小便各科找不到病因，脱衣检查抓出病。那个阿嬷胸口闷闷，去外面看了好几科，肠胃科、内科、看心脏科，他觉得还是不舒服，就跑来我门诊。我就问完之后，可以把衣服拉高吗？那你胸罩可以解一下，这样子。哎，阿嬷就说要求我，这其他话。一拉高一看之后，看到那边一点点小水泡，带状疱疹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